107年度周末艺术秀日前在新北市府一楼大厅热闹开场。这次邀请了106学年度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特优和优等的团队，将一出出动人的综合偶戏移师到市府，宣告活动从6月30号开跑。南强工商综合偶戏团队用大型操偶为周末艺术秀带来宣传短剧，要让大小朋友们知道107年度周末艺术秀即将从6月30号开始，在8个热门景点表演。新北市教育局每年暑假举办周末艺术秀，让优秀的学校艺术团队走入市民生活周遭，不但能传达艺术氛围，也能让学生展现平时的练习成果。那表演的特殊在哪里？都是我们在学校里面非常优秀的所有的表演的团队，包括可能有刚刚讲的舞台剧，就是戏剧，有可能是舞蹈，有可能是音乐，就各方面的所有的艺术表演都会呈现在我们所有的市民的面前。新北市周末艺术秀从6月30号到8月25号，每周六的下午3点，以新店捷运站为首，接续在各个热门景点表演，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乐活玩新北。记者沈仲林、景瑜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